盘萝卜有几条？我立马看题目。可以。那这个题目有办法让我们算出来吗？可以。只是庄老师刚刚用，你也是用盘子，一盘萝卜有三条。如果是庄老师的话，我可能会用三根，但是条我觉得也可以，因为我们这个是在讲数学。哦，那我觉得 Peter 比较厉害。因为如果庄老师用三根，你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吗？不知道要怎么写。我会这里会写错了啊，对，所以你要，你们刚刚有没有参考下面的单位啊？有。有哦，那你如果错了，要参考一下这里的单位哦。给你个赞。好，所以 Peter 用的是一条萝卜有三条，三条有几条？还蛮不错的，来帮他拍两下。拍两下，拍两下就好，因为等一下还有机会。学过阿里罗写出一下照片，蛮好的，第一组成功。那我们看，他算是有写，他写三乘以三等于九，三有三个，九倍，没错，所以三三九很好。第一组三的三倍成功，三十九倍，你们自己课本有没有写？我看有人很聪明哦。合不合理？请说。一盘青椒有九个，那两盘青椒有多少？一盘青椒有九个，那两盘青椒有多少个呢？合理吗？合理。合理，对不对？没问题嘛，蛮合理的嘛，哈、哦。好，因为它这个小小的是青椒，没错，不是小辣椒，真的是青椒哈、哦。好，帮他拍手拍两下。很棒，你们现在这个题目都考不倒你们了哈。好，我看看答案。九，第二个过去一点，先让他们对一下答案。所以这边是九，九有一个、两个，来，小朋友们说，九有两个，九的两倍，九二十八。如果你忘记九二十八，手指头可以折一下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记在脑袋是更完美的啦，十八。可是可以让你的题目字多一点，但是你有发现，数学不管它给你再多的字，你最后都是看那些数字来帮忙。好，今天时间有点不够，我们等下扫完地以后呢，其实庄老师还有出两个题目要考，我先让你看一下，一个是这个。我再给你看一次，